佛山素有中国武术之乡的称号。1921年，在一代精武元祖霍元甲逝世11年后，精武会从上海一路向南发展，进广东，走港澳，下南洋。今天精武会在全世界已经建立了70多个组织，佛山精武会正是成立于民国年间精武会南下的热潮之中。目前佛山精武会正在整理史料，计划以富有佛山特色的精武文化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何为精武？乃武乃文，为精为一。这两句话呢，是全世界的精武体育会都会悬挂在大堂的正中。乃武乃文，意指做人既要有武功，也要有文德。为精为一，精指精神，一为专一，也就是说我们钻研学问，无论是从文从武，待人处事必须深研其道理，用心专注。精武会为什么能在全世界落地开花？精武热又如何能跨越百年而绵延不绝？这一切和霍元甲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霍元甲呢，就首先打破门派之见，将自己祖传的练手拳呢交给精武会的会员，由此呢就带起了武林的新风。霍元甲并不是武功天下第一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具有自我革新的人，他敢于挑战千百年来的武林陋习。就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这一代首先把祖传的练手拳传给外姓的弟子，继而在上海这么一个国际大都市里面，在精武体育会一个大联盟将他公诸于世。他把他这个拳派打破，建立一个容纳很广的整个江湖、整个武林的世界，变成一个精武体育会。那么这样子的能包容的所有门派，同时呢令到当时武林中这么多的师傅都能尊重他那个精神，敬佩他的精神，都投入精武会里边去教中国武术。我感觉这一个精神跟他那个事业是不一定每一个人能做得到的。1896年的中国如同重病的猛兽，气息微弱，脚步沉重。2年前，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邻国日本签下耻辱的马关条约。这一年，河北景县人刘振声拜师霍元甲门下，这正是霍元甲打破门户之见，将武艺传授给外姓人的开始。在传统武林中，各门各派大都秉持自家的功夫绝学，不与外传的规矩。那么霍元甲为什么要打破这种传统呢？当时天津就有这国文报什么一些个报纸了，在天津卫农民村有这些报纸，霍元甲也读，这都受影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像严修讲的这些道理都能唤醒霍元甲，就知道这个中华民族受这么大的欺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们太弱。为什么太弱？就是清朝的腐败统治造成的。所以他认识到这个武术作为门派，这就太不值钱了。你霍家守着霍家拳，张家守着张家拳，李家守着李家拳，有什么意义？如果能都做到保家卫国，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中国才厉害。陈渠与霍元甲家在小南河村是多年邻居。他在《走进霍元甲》一书中写道，传授外人武艺是霍元甲自作主张，事先并没有征求父亲霍恩帝的意见，一直招来父亲的兴师问罪。
中间是经过霍元甲和农敬孙的合力开导，小乙一派通过广传权术抵御外部精忠报国的大义，霍恩帝最后鸡鸣势里的颔首接受了。冷兵器时代，武功呢，它是本门派非常珍视的一个技艺，在北方来说呢，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正所谓俗话说呢，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所以，在北方的武术界里面呢，对本门的心法都视为一种武艺秘籍。像他父亲，当然就要管他，但是他父亲的思想一定也是在变化。这个过去的社会是过去，走到那一步的时候，那个社会那是那个时代，人们都要想想了，都要变一变了。所以这个霍元甲的举动，他的父亲，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不会太激烈。如果他把这些道理跟他父亲讲，他父亲肯定也会开化。就在刘振声拜师霍元甲的两年之后，1898年，北京爆发戊戌政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镇压了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百日维新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去国，避难海外，戊戌六君子则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公开处斩。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他在书中写道：“今日爱国之士，莫不知奖励尚武精神之为极物，呼吁国人振作，复兴中国古代的武士精神。”当时霍元甲已公开对外收徒，传授武艺，他还把怀庆要战的伙计们召集在一起，每日练功习武，便利用空闲时间亲自为附近的乡邻们教授武功。当时就是要提救国思潮，就说你救亡图存要先强戎啊，那强戎靠什么？就靠体育啊。所以当时的体育得到了中华民族这个有识之士的共同的重视，由中央国术馆建立了。1928年以前叫北有武士会，南有精武会，就是民间组织，吸引老百姓啊来练武术，来练体育，来强身健体。作为一个武术家，而且思想又已经接受了很多的进步的，也懂了这些道理，他一定有他的想法，怎么去做，去为国家奉献一下自己的力量，他只能通过武术。陈举在《走进霍元甲》一书中写道：“受时事唤醒，霍元甲曾言及，一人强无大用，全民强才有希望。”他还写过一副对联：“与自家乡亲和气，方为好汉；同外国民族争雄，才是英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当时的天津卫，外国使馆林立，随着洋人的涌入，在华洋杂处的殖民地文化氛围中，华人与洋人之间的各种摩擦和矛盾也在逐渐升级。庚子之乱过去之后，俄国大力士呢，实际上他就是卖艺的，到天津来，因为天津是一个外国租界地嘛，所以这个地方它有市场。他到天津之后呢，就是组建那个城乡戏院，在那儿实际上就是卖艺。1901年，一位名叫斯奇凡洛夫的俄国男子在天津的报纸上刊登广告，称自己为世界第一大力士，并声言第二大力士为英吉利人，第三大力士为德意志人。霍元甲在报上看到消息，他热血上涌，直呼我国虚无一人乎。就是说这个朝廷一败再败，这个老百姓是人气存升，然后你这个卖艺的你跑这儿也这样来劲儿，你回娘家的人他就感觉在自己家门口
这就连面人就不割。光高登出没多久，霍元甲便亲自上门投帖，决意与俄国大力士比武，一较高下。然后这么一沟通一咨询，就说这霍元甲这厉害，这黄面虎啊，这中国武术功夫，这跟你那个不一样。你那个把铁板压身上，你憋住气，他没事儿。这真打，这不是这么回事儿。这样一跟他讲，一讲这些事儿，他害怕了，不敢比。据当时的《新青年》杂志记述，俄国历史听旁人讲霍元甲功夫了得，当即退缩。他通过翻译拒绝了霍元甲的比武要求。昔人欲计求实，故张其辞以显观者，公何必与较短长？不敢比，霍元甲就提出条件：不比不要紧，登报承认错误，把你原来说的那些广告词、侮辱中国人的那些话要道歉。俄国大力士被迫登报道歉，几天之后，他便匆匆离开了天津。八国联军侵了中国以后啊，这时候大家感觉要中国太弱了，好多人呢都到来中国想捞一把，很多的我们叫江湖骗子，他本来没有什么水平，这个块儿比较大，到中国来转一圈，他实际上是来捞一把的，当时是一个现象。1909年12月，冬日冷寂的上海滩，忽然出现了一个健壮的身影，他一身黑色棉服，神情严肃，正是刚刚由天津来到此地的霍元甲。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云集上海，要进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恰好这个时候，1909年，奥皮英在上海，就是四川北路的那个大剧院，进行健美劳这些表演。表演的时候呢，就口出狂言，要和华人比武，而且还污蔑说华人都是东亚病夫。那这个消息呢，其实激起了上海各界仁人志士的义愤，而龙敬孙呢，又把这方面的消息在天津告诉了霍元甲，然后问霍元甲说：“你敢不敢去到上海跟他比一比？”这太欺负人了。霍元甲说：“我们是中国人呢，当然是咽不下这口气。”一个农民的出身，文化不多，从北方到上海也是不简单的。一般的人不敢上上海去，但北方人粗陋寡闻，可是呢，他艺高人胆大，他敢去，这是不简单。突然一听说哦，天津有一个叫霍元甲的黄面虎要来挑战这个奥皮英，那当然人民特别关注啊，报纸这一宣传，大家就特别关注。奥皮英原本是来中国走学淘金的一位英国大力士。据史料记载，他在当时上海的亚波罗影剧场表演时，声称要和中国人比武，且态度张狂，不可一世。台下的观众被这一举动所刺激，上海的报纸更报道奥皮英污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
奥皮因的挑衅引起上海滩一片哗然。当时在上海的爱国人士陈其美、农敬孙、陈公哲等人决议就此策划一场擂台赛，物色一位武艺精湛的中国舞狮来挑战奥皮因。在农敬孙的推荐下，当时已在天津武术圈享有声名的霍元甲成为了大家心目中合适的人选。霍元甲接到农敬孙等人的邀请后，果断决定南下，到上海和奥皮因一决雌雄。霍元甲到达上海后，在当时城区最繁华的地段，位于静安寺路的张园摆起了擂台，一连几天公开演武。精武会创办人之一的卢伟昌在文章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形：霍元甲抵沪时，受制于张氏魏纯元，声言专收各国大力士，其广告云：“虽有铜皮铁骨，无所坠焉。”至今死之，犹令人眉飞色舞，巨悦不能已。这场巅峰对决很快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关注。然而，在比武规则的制定上，霍元甲和奥皮因双方却产生了分歧。双方的经纪人团队是在一起来谈这个事情，那么奥皮因那边呢？团队就说呢，哎，我们既然要比武的话啊，不能光打呀，看我们设置一些规则啊，哪些能打，哪些不能打，就是他限制霍元甲别用中国的这个拳和脚，他就害怕这两个。结果霍元甲也同意，同意之后他没招了，又提出条件，就说要有5000两银子的押金。陈公哲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奥皮因方面希望比武沿用西洋拳击的比赛规则，双方手戴拳套，只能击打腰围上部，不允许足踢。霍元甲则主张采用中国民间的比武方式，不加限制，拳脚并用，如有死伤各安天命。经过几番争论，双方最终决定将拳赛改为摔跤方式，以身体倒地判定输赢。然而规则确定了，比武却未如期举行。据当时的《新青年》杂志记述，奥皮因当时人在南洋，霍元甲只是与奥皮因的雇主订约，而上海的报纸则说，由于中西双方证人未能到齐，比武延期举行。最终双方决定将比武时间改为第二年的4月。1910年春天，霍元甲携徒弟刘振声再赴上海。这一次，霍元甲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他特地从租界的工部局取得了比武护照。比武当天，现场人声鼎沸，这场迟到的中西擂台大战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比武时间到。霍元甲在他的擂台上坐等，对面奥皮因那个没有一个人，时间到了还没有人。去到比武的地方的时候，才知道奥皮因呢已经连夜逃走了，夜遁。此人以后也没有听说过再进入过上海，也没有进入过中国。在擂台上，那他不打了，那么后来就我们现在所记录下来的就是不战而胜。1910年4月23日，上海时报刊出署名霍元甲的一则广告，标题是中外比武改期广告。广告称，前与英国大力士定于14日比武，一应有要事至今未到，故不能比，待到时再定期奉告可也。但由于奥皮因悄无声息的离去，再没有露面，改期比试一说也就此没了下文。虽然我想的就是，当时就是我们的武术家给国外的一些大力士也好，给一些搞拳击的人来也好，就是没有打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还就是规则啊，
问题。那时候我们叫土洋体育嘛，它实际上呢，那个时候欢家生活的那个年代呢，正是中国体育和西方体育激烈的交流碰撞的时期。其实在我们行内人看来呢，这个比武呢也未必有一定的可比性。这个奥皮因它是成为大力士，就类似于能够举起很重的东西啊，是它西方的一种表演的形式，以摔跤这种夸张的呈现，它其实就是一个商业的炒作，商业的赛事。几个月来备受瞩目的这场中西擂台大战，最终却以这样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收尾。当年霍元甲决意与奥皮因一战，他还曾专门邀请武林名家孙禄堂前往现场为其助阵，霍元甲的几位徒弟也纷纷要求陪同师父一起南下。然而在临行前，霍元甲却执意将他年纪最小的一位徒弟留在了天津。就说你还小，16岁嘛，你没娶媳妇，你没后，不能带你去。这应该是霍元甲担心他，害怕他去了之后有危险。可以推测霍元甲当时完全没有把握能不能战胜奥皮因，他对对方丝毫不了解，虽然丝毫不了解，他就毅然决然的非要去。这就是当时他去上海会见奥皮因的一种心理状态。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都有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么一说，其实止戈为武，能够把对方吓跑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打不打不是重要，最重要是前面呀，你不敢应战，他就知道你有多大的能耐。所以我们的同胞应该要感谢霍元甲，感谢他这个民族的志气。尽管没有打成功，可是对方的对手，他的敌人，就是我们中国的敌人，他终于不敢走上擂台上。未出一拳一腿便吓退了不可一世的英国大力士霍元甲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整个上海滩。动荡不安的时代渴望英雄的诞生，霍元甲当逢此时横空出世，他以自己果敢无畏的侠义形象点燃了长久以来压抑在人们心中的热情。当时的上海名流陈公哲、姚禅博、黎慧生、卢伟昌等人纷纷慕名上门与他结交，短短几天内霍元甲便在此间声名鹊起。他终于在42岁这一年，在远离故乡千里之外的上海迎来了属于自己人生的巅峰。